停了，我在底下。你那是非法占地啊！我非法占地？他们家盖房子也挖房基地了，他那就不是非法占地啊？人家在屯子里头啊！别跟他叭叭叭的了，我不管他屯子里屯子外，行他盖就行我盖，他不让我盖我就上他家放赖。我告诉你，今儿我跟他折腾折腾。我跟人家，我告诉你没完。我要你不让干，我就上你家吃，上你家住。今儿告诉你，我们吃啥，我给你。没人，别折腾了。咱家地咋这么湿呢？静静的。呀，二嫂来了。来了。呀，这咋穿鞋上我们家床上来了呢？习惯了，回你们自己家习惯去。这床是住人的，也不是牲口圈。那没准儿，你家老爷儿不是能领人评我的房基地吗？今儿他要不领人，不按原样给我挖出来，没准儿你家这床就是我坟丘子。二嫂啊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好赖不计长在一个屯子住着，你也不能不讲道理呀，二嫂。再说了，你别搁这干叭叭叭，说话叭叭，你要看哗哗的。看我不讲道理，现在用不着我了，望着用着二嫂的时候了，那小嘴才甜呢。二嫂长，二嫂短的，生孩子的时候我只敢陪你一宿，上来肚子疼，那劲把我手都抠出血了。现在用不着我，拉磨杀驴子，呸，这没良心的。这家是给我说的，二嫂啊，再说了。批不批你家房基地那是公家的事儿，有事儿你要上大队部解决去呗，你上我这家来做啥来？废话，你老头子不是村主任吗？说了算呢，有点全不知咋使了。我要盖房都不让我盖，说实在的，他像一青花一村似的，家家都有小楼，你不给我盖你还不让我盖呀、啊、他咋就那么呢呢？行，你们家盖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家不让我过好，我不能让你们得好。说实在，我天天来。哎呀，你这挺大湿湿往哪儿躺啊？没告诉你让你上大队部找汤姆去吗？不去，今天就在你家看头解决问题。你出去，别动。我这玩意儿泡迷糊啊，在哪拿给我放哪去。哎呀，你今天是上我家来放赖来了？我这一看，啥？这叫放赖？你真没见过啥，这叫坐累了躺下歇一会儿。看见没，这叫放赖。这，哎呀，我这毛巾被呀昨天新洗的都给我蹬完了，你出去出。哎呀哎呀，蹲死我了。桂莲啊，不是我说你，就你那小塑料身板还想动动我呀？就我这图啊，我白给你一条大腿你都扛不回去呀。你还想皮肤撼大树啊？找个吊车来吧，我上邻居找人去。你敢欺负人了吗？这不是，你找孙悟空去。这个破村主任当的啊，家里外头我都不省心呐，干够了。哎妈呀，回来了。哎呀妈呀，我媳妇回来了。回来了，你上哪去了啊？这才把我找的翻皮连掌的这个。哎呀，桂莲啊，那个我想把咱们家那房基地啊让给二嫂，这个事儿你就答应了吧啊。哎，桂莲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你看你咋总生气呢？桂莲，你可不能生气啊。你知道为啥不能生气不？你一生气啊就好犯那个胖肿病，一生气啊就犯那个胖肿病，你说你又胖又肿，你说你多难受啊！听话，别生气了啊！来，我跟你说啊，起来，来，起来啊！你看，别生气，你看你，哎呀妈呀，这咋肿这样呢？哎呀妈呀，你这是不是又生气喝凉水了？啊？哎，你不动！哎呀，我快给你找点药去吧，这家肿的，哎呀妈呀！原来村长跟他媳妇打仗是因为我呀！你说我这事儿整磕碜了，这我还出不去了。这个，桂莲啊，
来把这药吃了啊。哎呀，我不吃药。哎呀，你快把它吃了吧。哎呀，我不愿意吃药。你看你这家肿这样的，赶紧吃点药。我不吃药。你看你不吃能好吗？不好拉倒。你桂莲啊，桂莲，答应我，把咱家那块房基地啊让给二嫂，啊，党员干部带头保护土地，以后我也好开展工作呀。那真格的了，咱俩这么铁，你不支持我，谁支持我？啊，你别抱我！桂莲，你看你今天咋了？哎呀，你这咋还搂着抱着的做思想工作呢？你妈呀，这谁呀？别管是搂还是抱，能做好思想工作，证明这个干部有一套。